师父，这就是真正的圆月圆，希望你会接受它。这些照片是你换的吗？这里的工作人员说系统调试，我只是发了几张照片给他们调试一下系统而已。你无不无聊，这个房间我包了，请你出去吧。我马上就走，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有点俗套，依旧是白马王子跟灰姑娘的戏码。你都说有点俗套了，那就不要讲了。况且我们俩的关系好像并没有好到你可以给我讲故事吧。只是这个灰姑娘没有这么幸运，被王子的爷爷给拆散了。爷爷跟灰姑娘说你配不上她，于是灰姑娘选择离开王子，发愤图强，最终带着自己的筹码回来跟爷爷证明了自己。你跟我说这些不就是你还没有死心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拿着这些照片跟我示威，我是不会动摇的，绝对不会。我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现在带着筹码回来了，而你有晋晨对你暂时的关爱和照顾，可你以为能撑多久？温家娶你只不过因为你有天才少女的光环加持，可在我看来你并没有能力给温氏带来什么。我就是因为没有能力才被爷爷送走的，你可以继续坚持，哪怕有一天你们结婚了，也总会有一张机票送到你面前，因为你不是爷爷心目中的天才少女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可以走了。还没。不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想得那么简单，爱并不能成就一切，现实一点吧。